撒古豆，碧三煞；撒古豆，碧三煞；传习接代，代代相传。行仪。 一撒华阁兰堂，龙庭月；二撒家宅永昌，三撒贤享庆会；四撒子孙兴旺；五撒如花似锦。你说魏兴王怎么不笑？ 七撒永远吉昌，八撒世代吉祥，人间万般情，望尽斩败。 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牵绳，引入青炉。 诸位宾客，请随我一起入席饮宴，等待吉时一到，再来青炉观礼。恭贺海林府西行。二郎。二郎。 有，桂花油，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。二郎，喜欢这个味道吗？那你听说过波斯郁金油吗？二郎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在找用这个头油的女子。啊，夫人呐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店主，你可放心。 你账目中的钱不往来，我们不看，就想找个买家地址，行个方便。这账簿是小店的命脉所在，二位切莫泄露出去啊！你若还是不放心，我把你店中所有的货物买下可行？娘子莫要说笑，这若是断货孤清的话，小店在南市怕是难以立足了。找到了，波斯郁金油的买家都是勋贵豪门，唯有这一家送去了妓院。 今日我来此折行斋事，今日出去陪客了，要不你看看我行不行？师傅，走，咱们先出去。
子。 找的人找到了吗？二郎，你在吗？二郎。哦，合适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，你尝尝。 只有在早上才喝胡辣汤。啊，偶尔我傍晚也喝。好喝吗？还好。 听说心腹都是要回门的，你怎么不回巡山公府啊？啊？申妃说的。有问题你问他，汤姆做。 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。二郎若能想通的话，不妨过去看看七娘，好生劝慰几句。 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。
二郎。坐下。神都有十八家卖鱼胶的店铺，你常用的只有这一家。云芝说了，家中已无存货，你若想用只能去买现成的，所以你的落脚之处并不难找。近日时辰投过羊汤已经不新鲜了，我去秦老道家又重新做了一碗，趁热喝吧。二郎来做什么？找你。找我？就为了一起喝汤？喝完跟我回家。走了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吧。上之后啊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我都听二郎的。不可能。认识二郎这么久，二郎第一次如此照顾我。你可是男儿你，不必在意。我听说连山凶险，但只要有二郎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二郎，你想找同料的相关线索，我可以全力帮你去找。二郎，天色不早了，夜里行车不安全，不如在前方找个客栈，我们先休息吧。好，那便找一家干净点的吧。是。下。不走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帮你更衣吧。不用了，平日都是申妃帮我的，不必劳烦新娘了。你想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倒被子了。哦，
七娘。二郎，你。我没被子了。给。睡觉。睡觉。那睡觉吧。七娘昨晚可是没有睡好。没有啊，我睡得很好。七娘睡觉时有翻身的习惯，你昨晚一整晚都在翻身。好香啊！神都的空气里都是灰尘跟马粪的味道，哪里有这里这般清甜？二郎，你快闻一闻。二郎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那里有织鸟，好漂亮啊！连山到了。哦，二郎，你要是累了，就休息会儿吧。受伤啊！啊，我看看。七娘，我没事。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我出去一趟。二郎，牛肉汤还温着呢，你吃完再走也不迟啊。二郎，留着回来再喝。那个，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以后给你画。啊？二郎说什么？阿杰，你是不是病了？你若喜欢，我找画师去学，以后我给你画。原来我这么厉害。听雨说话的下落。二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青竹火照。你用的什么火药？桂花油，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。二郎，喜欢这个味道吗？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，手中握着你的一角金沙。还好。嘴里有没对你说的话？正邪对你生出土。
将它悄悄分叉，我用一生嗟叹。小心。青娘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二郎，不如我留下来帮你吧。那二郎，你也早些休息。亲娘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礼物？先不要在这里了。早点休息。沈妃，沈妃，二郎要做什么？二郎，七娘，二郎叫我何事？帮我制备一个丹炉。按照这个方子上所写，备五份药材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炼丹。快去。是。二郎。二郎。要像我阿爷一样。开始炼丹了吗？二郎，二郎不可二郎，我阿爷也是像这样，一开始先是在家中不停地翻阅典籍，然后在家中开始炼丹，后来就干脆甩下我们出去云游四海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二郎也要像阿爷一样离开我们嘛。阿爷跟我说，他是为了让圣人安心才这样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对道术的痴迷也是真的。二郎也要像阿爷这般不理我们了吗？我不会的。服药求长生，反为药所误。我跟你阿爷不一样，我只是为了查清楚这手札上的丹方到底能炼出什么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吗？这前面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怎么样了，二郎？只记载了烟雾和火焰，后续并没有任何描述，就连异响也没有讲述。配比也没有问题啊。他们到底要炼什么丹药，需要用这么高纯度的北地玄珠，和如此猛烈的复活之法？小心，有可能有毒。
的手有点凉。庭院挺冷的，七娘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不必陪我。啊？哦哦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二郎，你也早些歇息。谢谢七娘。二郎，你也是，早些歇息啊。手札为何在你手里？是谁给的你？有何目的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独自来见你了，你放了他。你在采买炼丹的材料，为何？你先放了他。受伤了，还跟我提条件啊？百里二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的手札为何在你的手里？你先放了他。你一个世家子弟，能有这份骨气，倒挺难得啊。你既然不说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放给我，放给我，放开！你干什么？你别碰他，你别碰他！住手！住手！你别碰他！我说，我说，手札在我身上，放给我！七娘子，啊！七娘子，喂，七娘子！七娘，是你们啊！七娘，我在呢，七娘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想起那个当时的话，跟你这么委屈。七娘，七娘，你不必太自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二郎，你先让我想想办法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二郎。二郎。自与你成婚以来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你，还总给你惹麻烦。这次也是因为我。七娘，你我已是夫妻，相互扶持，本是应该的。自与你成婚之后，你能懂我，琴瑟和鸣，我觉得很好。我就知道，二郎为了我跑了神都十八家胭脂铺，还给我画了画像，心中一定是有我的。你喜欢就好。
谢谢你，二郎。反正我这辈子都是要缠着你。二郎，新娘，二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了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嗯，高秉烛呢？他去追天道道人了。北京，先护送亲娘他们回去。是。二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和云芝去南市买米，跑了十几家米行，全都售罄了。现在外面还有好多人在打架呢，家中现在算上蔬果，粮食只够三天了。亲娘，如果让你现在跟我离开沈都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好，那你现在去准备收拾行李，过几天我们便离开沈都。二郎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别骗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，一旦选错了，很可能威胁到你，以及白丽家所有人的性命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。我认识的百里二郎从来都不会瞻前顾后，他只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所以我才会嫁给他。二郎，你想做什么就只管去做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千万别出去，神都都已经乱了，大街上全是人，都在往皇城去，听说要造反了。吴叔，帮我备马，我要进宫面圣。啊！中剑走偏锋。
郎，你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七娘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什么事儿，二郎，神都如今已经有粮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出去转转好不好？你以前不是说想去看看神都以外的地方，我陪你出去看看神都以外的大好河山好不好？七娘，我兄长的事情本该由我自己承担的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二郎，我们是夫妻，遇到什么事，一起承担便好。